Vlog， 我现在要前往工作室直播。今天晚上的大来宾是宝妮。我们看一下 OOTD， 全身都是三月的新品，这样搭好好看哦。你好像在等 Uber 还是什么的，然后想说这个人也太像宝妮了吧，居然是那种奇妙的场合。对，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确定，因为毕竟大家都戴了口罩，不敢乱认。对对对，我就不敢乱认，因为我不是那种在路上会认人的人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好像就是你那天我发个限动什么，然后就证实那个人应该是你，因为你要穿一样衣服在那附近出现。所以还不是什么在活动上远远看到，是在路边看到。我在路边等 Uber， 而且我也在等 Uber。还是我的车，还是然后就是你的车，也要上车之类的。对啊，开心。下次再来玩。对，下次再来玩。然后想说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收到可以晒单这样。衣架，对，好，业配。对，你不要休息一下吗？13到18人。四月，然后看球鞋状况怎么样。嗯，对。然后呢？然后。那个，你现在是不是很困扰？我一天到晚都不回你讯息。我没有很困扰，我习惯了，所以我会自己想解决方法。就是说呢，平常不回经纪人讯息，他就会杀到公司来，趁我就是在直播之后就说，我现在跟你对工作，现在已经10点了，晚上10点。对，然后我都会写好。很有效率啊，我们说我们经纪人很有效率，就是说他传 LINE 我死都不回，他就是会在这里逮住你。那泰拉怎么办？他就是我会跟他约时间讲电话的，布丁就是我直接说布丁布丁，哎，布丁就是平常上班都坐他前面，所以就比较没有这个困扰这样子。OK， 我们继续对工作 ，OK 的，嗯。经纪人因为 Apple 不回他讯息，所以现在在失败。没有，经纪人说他最近学了新招，他很会拨筋，所以他现在在帮 Apple 拨筋。然后他一直发出惨叫声，现在半夜11点半。很怕邻居来抗议，好痛啊！我不下次不敢了。你不是号称很耐痛吗？可是真的很痛哎、欸！我下次不敢了，我要回讯息了。看 Q 姐这个巧劲发了狠，我以后会回讯息的，救我！不会再不理我们了吧？赶快求饶！救我！我错了。你有今天呐、啊！把头伸出来。用力往前伸，往前伸，叫出来！你这个长舌妇！这是放松的一种，有吗？感觉很用力啊！哈哈哈哈哈！打吐出来！你觉得这里有？没有啊！好想3倍放大，可以吗？可以啊！我觉得，我觉得你不一定会用这一段。他太丑了，好怕，好怕，好怕。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今天我们要去露营。Finally， 我跟你讲，我个人本身是主教啦，就是说呢，我很久之前，就几个月前就跟泰拉讲说，哦，好想去露营。我们一起去露营，而且我不是要去完美露营哦，我是要去那种搭帐篷的露营这样子。然后之后，于是他就说，哦，好吧，那我帮你问问看有没有就是会露营的人，我们总要跟会露营的人去吧，不然我们就是一群白痴，从来都没有露过营，对不对？殊不知他就找到了他老公的伴郎，就是郝吉担任我们的团长，我们居然什么都不用准备，我们只要人到就好了。他们还准备帐篷、投影机，然后吃的才买都好了，然后帐篷什么该做借的什么全部都好了耶！怎么会这样？就这还是变成完美露营了。那我希望我今天的工作就是记录这个美好的一天。布丁加油！好，布丁应该订帐篷 OK 吧？哈！哎、欸，我还怕自己没空，现在带一些底片相机了。
团长，我刚刚在车上一直说他是团长，好奇。据说就是他说为了这两天的那个露营，他也去拜拜，希望就是天气晴朗。压力很大。结果上天就是听到他的祷告。没错。大太阳，你看哦，外面大太阳，好赞耶！加油！乌龙，乌龙那是对对对。嗯，看第一个吃的就是太辣哦。整桌第一个吃的就是他哦，救命哦！太辣，再帮我剥一下。好大哦！我们这个是有隔间的哦。哇哦！又见了呀，很多青山来做代言人。我们没有认真在帮忙。对，我们在乱。这边比较认真。哇！小心！哎，王美仗吗？这个是王美仗吗？为什么你们的帐那么漂亮？用钱堆出来的。我在装忙。这是晚上的房间。怎么还有隔间呢？好棒哦，隔间的房间。哦，把它冲起来。他会把它冲起来。这个已经冲好了。哇，好弹哦。我要睡了，谢谢。不会热吗？现在还好哎，但有蚊子在里面，可恶！出去！没有，要先打开，用蚊香把蚊子赶走。好吧。那么厉害的帐篷 ，Oh my god！ 它那里面地毯超美，好想住哇！这是我们营区看过去的风景，我们有看到云海吗？怎么那么美？好美哦！好美哦！好准哦！我跟太辣的现在为了要拍夕阳，我们在，我是太久没运动了，是不是？哎，我们爬一个斜坡，怎么可以喘成这样？为什么喘成这样？哎哎哎，夕阳在后面是很美，你们看。椒跟蒜头，还有那个白菜，还有鸡的味道。没有，它就是对猪肉，然后它炖的很烂，然后它是一整包啦。用叉子比较方便。早安。我们的太阳现在正在帮大家做早餐呢。好贤惠哦！我早上居然还有玉米浓汤可以喝，没，而且是真的玉米，真的。幸福哦。我们现在要来拍一个很厉害的影片，好，空拍机的上面。
来哦来哦，一人抓一脚哦。哦，平均分配啊。平均分配，那 Apple 在。我在哪？这里好了。好。사랑해좋아해촌스럽지만이렇게고백해멋은없어도나지금진지해장난아닌데유치해미안해 Hello 大家，今天是我们露营回来的第二天，超级无敌累。我们说是人老了还是怎么样，这是我第一次露营，我第一次就是这么哈扣的露营这样。然后昨天晚上回来之后，我跟泰拉的巨蛋布丁就是超早就睡，而且是这种迅速的进入梦乡的那种深层睡眠，就是睡到不省人事这样。我今天就中午才起床，然后我刚刚一早起来就开始写脚本，然后排业配。你们可以看后面镜子有这个脚架的部分，就知道我刚刚就是还在拍影片这样。我那时候都觉得我们是多可怜，而且其实说真的，我昨天我们三个回到家都各自继续工作，就觉得难得放个假，然后就是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这样。然后我现在就是正在把明天，我明天还有一场拍摄的脚本就是先过一遍这样。然后晚一点呢，我们三个人呢要到汐止。超远，我们要到汐止直播，然后我们今天要合作的对象是 Danny 表姐，我是觉得有一点期待，因为算是我们第一次就是跟他这种近距离的合作这样，我们应该之前没有合作过吧？我们有去上 podcast 啦，然后那不算，那算合作吗？我们是去受访的呀，可是我们今天是合作 ，different， 哦，不一样吧？不一样吧 ？Hello。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出发了，哎，我脸好亮了，怎么讲？素颜哦。新买的沙发来了，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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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马黑买的，好看好看。因为我之前觉得他只有一个沙发实在太孤单，然后每次有朋友来我们家呢，另外一个要坐地上跟我聊天，我就觉得太可怜了吧。我们现在就是以后两个沙发面对面坐，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茶几，还没来之后就是会有一个茶几，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泡茶。然后我之后会把这边稍微再改一下那个配置，我可能会把柜子就是搬过去，然后把那个我的圆桌搬到这里来，这样，然后一切东西就往这边移动，然后镜子会拿到对面来，这样，然后那两张桌子我会撤掉，反正我这边就是会再大改造一下，到时候再给大家看，耶！以前常喝他们家的拿铁，因为我现在戒奶嘛，我觉得戒奶真的很有用，我已经很久没有长那种巨包大痘，因为我以前就是月经前一定会长痘痘，而且是那种大闷痘，然后会集中在下巴或者是嘴边附近，而且是那种大闷痘型的，所以是挤不出来，我都要请美容师帮我戳破，然后把它用力挤出来之后就会留疤，然后我就要去打雷射把它打掉。就是你知道我每个月都要重复做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非常烦。
可是现在就是我已经戒，我想想看我戒奶戒多久了，好一阵子哦，我戒奶应该有戒三四个月了，应该从去年十二月一月开，今年一月开戒，所以应该已经快三四个月了。我真的没有再长过巨爆大闷痘了，一颗都没有，但是小粉刺我觉得还是有在所难免，因为我不是全戒奶嘛，因为毕竟你看这种什么面包吐司里面一定都有奶，所以我也不是全戒，那我就是每天的咖啡或者是奶茶，现在就是都不喝鲜奶了。我真的觉得很有用，你们说忍不忍得住吗？我觉得很难，因为我有时候还是很想很想破戒喝一下拿铁，可是你知道你照镜子就会看到自己的皮肤最近的状况这么好，你舍得吗？就是你舍得喝鲜奶然后破坏你的脸吗？我跟你讲，我就是舍不得，我就会觉得不行，我最近的脸就是状况这么好，我怎么可以就是喝鲜奶然后就让我就是又长痘痘，我就是活该。所以我现在就是完全不敢喝鲜奶，真的完全不敢喝。希望我这样持之以恒下去，然后就你知道脸就倍儿亮，之后有个好皮肤。관심이 없죠.